好怀念小时候那么大的院子可以晾晒床单，小区的阳台只能用这个可旋转的晾衣架了。它的设计原理是把长长的一根杆子用工艺折叠成圆形和方形的架子，这样长度不变，被子就可以晾晒上去，而且还不占地方，关键是可以旋转，充分晾晒，这真是跟随时代进步的好东西啊。